各位线上的嘉宾及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今晚是中庸。中庸的这个内涵啊，主题是介绍中，但是他也兼着来谈在世俗法上要怎么去表现中。那这一章里面呢，是从真正的强者，就是一个中道，坚守中道的强者。那坚守中道为什么是一个强者呢？我们先慢慢说好了。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强是什么叫做强？我们先说啊，在动物里面呢，这个叫做强。这个狮子一吼啊，大概所有的群兽都安静啊。那像这个野狐啊，也是很强哈。那个在这个皮齿，这个在攻击其他的野兽的时候是很凶狠的。好，我们一般以为啊，强动物的强啊，就长成这个样子。那人的强呢？啊，大概就是这种武术哈，像李小龙这种这个快拳快腿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战场上的强，像这个亚历山大，他的帝国啊是版图非常大，这是在西方。那在东方的强呢，成吉思汗，他的帝国啊是横跨欧亚非三洲，打仗啊没有败的，而且打仗啊，如果在攻城啊攻不下，一旦被他攻下的时候，他就屠城。是很狠的任务，看起来是强，这是男人的强。还有一个叫女人的强，像那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而且维多利亚女王还曾经见过印度的国王，两国的国王。那英国是一个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太阳从东方升起，照的也是英国；从西方落下，照的也是英国。你看它的版图有多大？还有呢，动物的强、人的强、男人的强、女人的强、西方的强、东方的强，还有呢，古代的强、现代的强，还有呢，就是武器的强。那在2030年呢，整个世界里面呢，武器强国有三强。就是美国、苏俄跟中国。那曾经，美国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广岛跟长崎投下原子弹，就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用武器来表现它的强国。那我们一般人，大概都认为这个叫做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所谈的强，是从三种强来说。第一个强，是柔中的强，以柔来表现强，就像战国这个郑国的大夫、执政大夫啊，子产啊，他就是一个表现南方的强，是柔中的强。这个人，对国君是很恭敬的，对老百姓，是给予恩惠的，运用老百姓的时候是小心的，而且用老百姓的时候是合乎意的，像南方强就是温柔敦厚、恭俭庄敬，这是柔中的强。那第二种强，是那种这个刚中的强，像那个鲁哀公11年的时候，齐国跟鲁国发生大战，鲁国的左军元帅，冉求打了大胜，右军，孟嘉打了大败，所以那个齐国的兵，就一路追杀，孟之反，保护部队最后殿后。孟之反，就像北方的强一样，不怕齐国的强敌。后来回到了那个城门里面的时候，他不敢鞠躬，他说，他为什么这个殿后呢，是因为马跑得慢，不是他勇敢。这是北方的强，不怕死的，那孔子，除了赞叹南方的强，也赞叹北方的强，但是孔子更赞叹中国强，那这个中国强，到底什么叫做中国强，我们经文里面慢慢说。那我记得在50年前，台湾的布袋戏，是轰动一时，我的台语，也是看黄俊雄的布袋戏，才会的。那时候，从国小的时候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午跑回家吃饭，顺便
看黄俊雄的布袋戏，它里面呢就有这个云州大儒侠史彦文，所以他是明，他说他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所以我们小学生的作文里面呢最佩服明朝的人物啊叫做史彦文，其实没有这个人，但是你看当时的戏剧都轰动，其中有一段呢就讲到中国强。我们小时候，啊，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强啊。那时候有创造两个强，一个是西康永，一个就是中国强啊。那个戏剧啊，是50年前的往事。但孔子讲的中国强啊，是这种强。是像颜回这样安住在中道不变节，国家有道也不变节的强，国家无道也不变节的强，那个不变节、啊、是叫安住中道的强，这只有颜回办得到，所以颜回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嗯、好，那我们来看中庸的33章、啊、我们是在第二部分、啊、分别显示中庸的修学法跟他的毅力，他的经文第10章的经文、啊、是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于北方之强于义而强于宽柔以教，不暴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金阁，食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留，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色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科判，就讲到中国强。好，那首先子路问的是强，孔子、啊、就总说3类的强，孔子、说有南方强，有北方强，有中国强、哦、那南方强呢是一个君子的宽厚的强，就是柔，用柔来表现强，北方强呢是勇士的强，是用刚来表现强，但是这两种强啊是更 轰云托月，更要烘托出中国强。中国强啊，就是强中强，那个强哉矫的矫就是强，就是强中强，胜过南方强，胜过北方强、啊、那这个中国强呢有3种强，第一个叫和而不同，这个人可以跟人家和平相处，不跟人家争名争利，可是不会同流合污。第二个呢，他是立在中道，不会偏于这个、或者是或者是理，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是全理成事，全事成理、哦、就是能够按照根据全部的道理来表现事项，用事项来表现全部的道理，不会偏于理，也不会偏于事。而且这个人呢是不会改变他的这个中道，这个中道是终身能守的，不管是国家有道的时候他是富的，他是贵的，他是通的，通就是亨通，富就是很有钱，贵就是地位很高，他不会改变他过去所执守的中道，叫做富贵不能淫、哦、不能改变他。那国家无道的时候，叫邦无道的时候，这个君子、啊、是贫，是穷，是贱。贫就是没有钱，穷就是 没有出路，贱就是地位很低，也不会改变他内心所安住的中道。这种强才是真正的强，是强中强，这个叫做中国强、哦、那以上、啊、是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就是子路问强，子路问强者的形象。子曰啊，南方之强于，你问的是南方强吗？还是北方强吗？于，那个于啊，就同那个于右边有一个欠，欠债的欠，欠人家钱的欠，就是那个于语助词。你是问南方强还是问北方强？还是意就是转折词，意就是还是，就是你，还是你所要学的强。你问的是南方强还是北方强，还是你要学的强？那接着来说，南方墙长什么样子呢？南方墙长的是宽，就是心量很大；柔，就是替别人着想；以教，就是说用这一种心量来教化人家。那不报无道，对方如果是无理取闹，或者欺负你，或者辱骂你，或者践踏你，或者伤害你，不回报。正面来说是宽柔以教，反面来说碰到挫折、障碍、逆境，或者是这个恶人、小人，是不报无道，这叫做南方之强也。这是南方人的强。南方人啊，有弱有强，这是属于南方人的强，是君子居之。君子啊，安住在南方墙。南方墙就是君子的心量是宽柔以教，而且是不报无道。这种柔，以柔来表现强啊，是君子的这个意境。君子所居就是君子的意境，君子内心的境界。居啊有两种，一种是外在身体的居，你的身体住在哪里？第二个居啊，是你心里住在哪里？你心里住在，君子居之啊，就是君子居在之，之是代名词，居在哪里？居在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居在这里。我们一般人啊，都知道人要有个地方住，可是心啊，却不知道住在一个地方。所以现代人看起来是身体有地方住，心里面像孤魂野鬼，没地方住，东飘西荡。所以以前有个教授他说啊，跑到那个台北的西门町啊，看那个年轻人从这里飘去那里，从那里飘去那里，他站在天桥一看啊，好像一群孤魂野鬼一样飘来这里，这样飘来这里，这样就是内心没有地方可住，是蛮可怜的。所以这个男君子啊，就住在这个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境界里面。那接着来说北方强呢，北方强，你看孔子讲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个经典学会啊，不但文义理通，文笔也好，用字精准，不多啰嗦。不像现在的人啊，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啊，也写不出一个意思来。那任经格，时而不厌。任经格就是以什么为席，用什么做席子，草席嘛，用什么做席子呢？用金，金就是武器，格呢就是盔甲，换句话说，睡觉就睡在武器跟盔甲上面，随时作战，没有像我们一般，坦白讲，我们后方啊，为什么会安居乐业？为什么会有这些生活的安乐？都是那个前方将士啊，整戈待旦，那才有后方的安乐。这叫，可是我们在后方的安乐，要想到前方的将士啊，是过这种生活啊，那而且时而不厌，不厌就是不会厌倦，不会讨厌，意思就是说他不怕死，死了也不会后悔，这叫做北方强，北方人的强。北方人啊，也有弱有强，这是属于北方人的强。强者居之，强者就是勇士，勇士住在北方强。
勇士怎么表现他的勇呢？居在哪里呢？叫做任荆棘死而不厌，强者住在那里。意思说真正的强者他是不怕死的，国家有难的时候他可以挺身而出的，冒险犯难的，从容就义的，这是强者居之。勇士啊，居在这个强，叫做任荆棘死而不厌，这是北方的强。接着孔子在说，还是你所要学的强呢？子路，你如果要学的强啊，应该是这种强。故君子，君子就是我们儒家入世的人啊，应该要有的内涵跟情操。君子是和而不流，和就是入世的时候能够跟大家和，依理来和，不跟大家争名夺利，而且该进该退啊，以大局为重，以礼节为一，通达人情世故，跟大家能和，可是不同流合污，这个不会谄媚巴结，不会这个讨好权贵，不会媚视苟合，叫做不流。强哉矫，强矫也是强，换句话说这样的强啊，才叫做强中强。意思就是说入世能和而不流，坚守原则，可是又能跟人家和谐相处。因为什么跟人家和谐相处呢？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嘛，没有这个争名夺利的心嘛，当然可以和谐相处。这个是入世的强中强。再来呢，就是在形而上呢，能够中立而不一，能够这个在立于中，形而上而不倚呢。这个倚啊，也可以说不倚于世，不倚于理。意思就是说不倚于世俗法，中啊就是形而上，不依靠世俗法。中是指这个世俗法的体系，不是世俗法。那孔子说有匹夫问于我，我空空如也，这个就是立于中而不倚靠在世俗法，所以不会被境界所转，这叫做强中强。而且这种强中强呢，要经得起考验哦。经得起什么考验呢？叫做国有道不变色焉，强哉矫。国家如果有道呢，你被国君赋予重责大任，你是党政军一把抓，像诸葛亮这种人的话呢，也不变色焉。不变色焉呢，就是不变他过去在茅庐那一段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是一种富贵不能淫，就是再荣华富贵啊，就算人事大权啊，你说了算，就算这个大家都要以你为众望所归，什么意见都是你说了算的时候啊，你依然不变你在没有出路时候的那种道心，依然是。这个才叫做强哉矫，强就不被这个荣华富贵的境界所转。再来呢，国无道，国家没有道，一帮小人在朝。国有道跟国无道要怎么分呢？一帮君子在朝叫做国有道，一帮小人在朝啊叫做国无道。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国有道，也不是有个东西叫做国无道。比如说民主制度选举一帮小人在朝，就是帮国无道。所以到底国有道国无道是决定在朝的人是一帮君子还是一帮小人。那国无道自始不变，这自始不变不变就是说不变他在国无道的时候他是穷困潦倒，地位又低，没出路，变不变？眼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些亲友们啊，个个亨通，个个是达官贵人的时候，午夜梦回啊，内心里面有没有偷偷的羡慕他一点呢？隐微处有没有哦，仰望他们，心里心羡慕呢？有没有这样呢？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个人才叫做自始不变，这个人啊是强中强。所以你看《论语》里面就有一个典范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这一章太感人了，所以这一章、不能够一次讲完，这一章要分两次说。今天呢是讲南方强跟北方强，下一次啊是讲中国强、那我们这一章啊跟前章啊有什么关联？前章呢第六章啊讲到的是舜是一个能够行中道的人，第七章啊是感叹世间人啊，要么就是在世俗中打滚，要么就是学中道退转。第八章啊赞叹颜回是一个能够安住中道，而且入世能和的人。第九章啊感叹说，治国的人才啊，甚至是可以赴汤蹈火，甚至可以割让功名，可以这个拱手让江山的，都输给内心安住在中道的人。这第九章。第十章更说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所以本章跟前章啊也是有关联的。那如果合说的话，其实六七八九十啊也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可以练从做架构来说，所以我才会说中庸啊不一定是三十三章。那我们说子路这个问啊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子路本来就是一个强者，在七十二贤里面、子路是一个强者。你怎么知道？论语里面、说啊这个孔子说道之不行，臣服浮于海，就是说在中原不能推展道，敢跟我到海外行道，而且坐了一条破船，而且呢早上说要走，晚上就出发。七十二贤说谁愿意跟我去，大家东看西看，家有妻小，还有两个儿子未养，只有子路举手，我去，这他。所以孔子说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所以难怪子路过世的时候孔子是哭于中庭，因为那是革命情感，那没有办法的。那我们这种弟子死了，我相信孔子也不会哭，就那种弟子啊，那是革命情感。所以子路本来就在孔子的心目中啊就是一个强者。那可是这个，而且子路的强啊，孔子都承许说叫做好勇过我，就是子路的勇是超过孔子的。所以子路啊也很想问一问什么叫做强者。可是我会觉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疑惑，他本身就是强，他还问强者吗？他应该就觉得说强就是我这个样子叫强啊，还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诸君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你觉得这还有什么好问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强者，他还需要问强者吗？举例来说，我是一个万贯家产的人，我还要问什么叫做万贯家产？孔子会说废话，你还问强？你应该问弱，你不应该问强，对不对？你应该问那个倒霉人长成什么样子，贫穷人长成什么样子，你怎么问万贯家财呢？子贡如果问孔子什么叫做万贯家财，孔子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子路问强。所以可见、这一章的意思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面向讲，子路本身是一个强者，可是他很想问孔子，你心目中的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有没有符合你内心的想法？坦白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子路就是一个好问而学的人。我们有很多人啊，他读书他是没有疑惑的，他说这个还会是疑惑吗？可是读书有两种，第一种是你听得明白，第二种是你在没有疑惑中去找疑惑，这才是你会读书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问孔子什么叫做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强是不是符合你内心所谓的强。好，那孔子的答有什么妙处啊？孔子的答的妙啊，就是说强不是只有在刚才表现强，柔也可以表现强，还有刚的强柔的强啊，它不是真正的强，只有在中安住在中道，国有道不变，国无道不变的时候，那才是强中强。你看这章多好懂，可是这章如果不按照我这种讲法的时候，你就很难懂咯。所以才会说你私下读，读完了以后你上课再来听，看看我讲的有没有回答你心中的疑惑。你这样子来学的时候啊，你会进步不小。而且我如果有什么疏失，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啊，你也知道我的不足，你也知道我的缺失。那我们一般说
既然这样，我们该要怎么了解强的真正内涵？强的真正的内涵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就是安住在中道吗？但是强的总说，总说是什么？易经的乾卦里面呢，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看强，自强不息啊，就是说天体的运行啊是没有停止的，君子的强是周而复始的。总说，总说君子的强就是每天学认真的努力的实践正道。这个实践正道啊，或者在听闻中，或者在思维中，或者在串习中，或者在自行中，或者在化他中。好，我们一般说自行化他，自行就是自己度自己，化他就是度别人。君子就在这些的内涵里面呢，每天认真干活，叫自强不息。就像农夫每天种田的那种形象是一样的。那这总说，我们现在开始来说别说了。第一个，孔子讲的是南方强，南方强啊，是强在什么地方？又以何为典范？南方强还是强在这里，强在什么呢？说南方强啊，是一个能修忍的强。这个能修忍的强啊，是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什么叫持戒苦行？就是认真的断恶修善的人啊，都不如忍的人。为什么？因为忍的人啊，他可以忍顺境，可以忍逆境。尤其是在忍逆境的时候，他不会生起那个嗔恨、愤恨。愤恨就是跟人家起冲突，或者是不起冲突，或者是怀恨在心，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言语尖酸刻薄，或者在后面，默默的恼害于他。南方的强是不会这样，南方强都能够忍住。这种忍住啊，是有力量的人，叫做有力大人。那这在佛医教经里面就讲，所以那个南方强是能修忍住，用这个忍来保护他内心的人心，内心的宽柔。所以南方强呢，是宽柔以教，而且是这个不会去这个报复那个人家无道对我，人家无道对我，我也不会报复。这种忍，那个忍哦，是要这样忍哦，就是说人家无理取闹，人家对你做很深的伤害，你都不会去报复。那这种忍啊，坦白讲，比那个每天认真的断恶修善的能力还要大。因为很多事情呢，是要靠忍辱才能够把善事做圆满。我们很多人在做善事的时候，都是凭着意气之勇，不晓得在做断恶修善当中，最应该修学的就是忍辱。一般人是不会知道，一般人就是说，这个做不下去就不干了，做不下去就是埋怨，做不下去就是发牢骚，做不下去就起烦恼，做不下去啊，就是说对方不好。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推展你心中所认为的善法，你自以为是的善法。很少人是要忍辱负重，然后这个协调沟通，终于把这个善事圆满了。大概都不是，大概都是英雄气短，半途而废。我这么多年来做善法，我真的发觉到忍之为德太重要，而这样的人才啊，我也很少见啊。大概都是英雄气短，大概都是这个几天的热忱，很少不疲不厌，而且是遇战不退，遇艰难忍忍，很少啊。所以雪如兰才说啊，诸弟子们啊，有一个字是比不上他的。那弟子们啊，都这个说什么说什么，雪如兰都说不是，就是忍啊。所以南方强是一个柔的强，是一个能忍的强。那再来呢，就是南方强的典范啊，南方强的典范呢？你看刘宽，东汉的刘宽啊，雪如兰也赞叹说，东汉的刘宽啊，就是一个能够忍的强。所以这个人是不会恼怒于他，不会这个迁怒于他，
他的太太觉得他的修养实在太好了，是不是装的还是真的？所以在他上朝把朝服都穿得好，很笔挺的时候，古代建国君那个朝服啊，不是普通的，穿得整整齐齐啊，卑女上跟坛，故意打翻 污了他的绣服，眼看就要 出门，我相信一般人一定是先发脾气责备以后再说，但是他竟然当下的反应是说，你有没有烫伤手？你看那个是，那个就是不报无道，对方可能是这个不小心无理取闹，我不报，这种能耐。还有呢，有一个南方强，就了凡先生里面讲的这个吕宰相告老凡乡的时候，乡这个人是民众，这个当朝是泰山北斗，泰山就是众山之王，北斗就是众星 之王，这个人是四大家都佩服的人物，乡人喝醉酒骂他，这个 吕宰相不跟他追究，就南方强叫做不报无道，这么大的官却跟这样的人无理取闹的乡人却不予计较，这叫南方强。还有我们清朝的张商英也是一样，他的子弟啊，宰相张商英，他的子弟啊，跟人家争那个土地的时候啊，然后写信告状，告诉他爸爸说有人跟我们家争土地，张商英呢、啊、回个信，他家里面很高兴，有宰我爸爸宰相做后盾，绝对可以把地要回来，而且对方是无理取闹的。结果打开信一看、啊、千里来书只为强，原来千里来书只为了三尺地，叫让他三尺又何妨啊？他爸爸要让，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多厉害，张商英、哦、所以这就是南方强。南方强里面呢还有一个人蛮不错的，他也是南方强，就是谁呢？宰相蔺相如。他的南方强表现是什么？处处对廉颇示弱，来表现南方强。南方强、哦、南方强、啊、并不是怕对方，而是他的柔、啊、是修忍辱，维护那个人心，而且那个人心仁厚的心、啊、是看大局的、哦，所以叫做南方强。那南方强、啊、为什么又是君子居之呢？因为君子可贵的就是那个胸怀，而且那个胸怀呢，外向修的是忍辱度，内安住的是仁厚之道，这就是君子的形象。而颜回有一分就是南方强，因为曾子在赞叹颜回的时候就是有若无实若虚，后面叫做泛而不教，人家冒犯颜回的时候颜回不计较，就颜回有一分表现的就是南方强。好，以上南方强讲完了，现在讲北方强。北方强又强在什么地方？又以谁为典范呢？北方的强、啊、强在刚、哦、南方的强强在柔，北方的强强在刚，南方的强强在文，北方的强强在武、哦、所以这有些不同。那、北方强谁是典范呢？史可法。史可法这个人、哦、你看、哦、当时他在安徽做那个凤阳跟庐江的兵备道，就是 这个兵、啊、屯扎在这里的时候、啊、史可法呢是这个，如果有警报的时候，史可法往往是几个月不睡觉，而且呢是跟阿兵哥一起守夜，是背靠着这个，他晚上坐着的时候背靠在阿兵哥的背，这样子靠着，然后起来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要起来小便嘛，起来的时候那个盔甲咔啦咔啦咔那个血掉落。你看他史可法，史可法是个书生呢，而史可法是一个黑黑的矮矮的、哦、眼睛炯炯有神的、哦、这个是一个书生。上你看上这个，这个尚且表现的是北方强，还有一个北方强啊，是雪宫老师也很赞佩的人，这个人也表现一个北方强、哦，我一般是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了，哀嚎惨叫啊，他也如此神速，所以关将军不是人了，神人了。所以雪庐王说，你看他不如啊，我看比天还大。这就是北方强、啊、所以人家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故这国家行。你看刘备虽然虽处三国之弱，可是国家就是赖这些文人武将啊，才能安邦定国。好，那我们来，这个就是，这个在
还有一个强是谁呢？就是子路之强。子路的强是表现什么强？临命中要死的时候也不怕的强。他有一个典故啊，叫做结缨而死，就子路要死的时候把帽子帽带结好从容就义。因为他以前带着雄鸡冠去见孔子的时候，孔子不许，然后后来要他好好的 戴帽子来求学，所以子路在最后临终的时候就是把帽子戴好。这是在魏国的孔亏那个孔亏之乱，他是孔亏的家臣，去救那个魏庄公。你背后伤人，算什么武士？对你，只能这样。慢。君子将死的时候，头上的冠不可不正，更不可没有。请让我戴冠而死。好。子路从鲁国到魏国去，想要阻止魏国的内乱，问题是办不到的，白白的死了这条命。孔子都从魏国离开了，他还回到魏国，真是昧大义。可是他那个北方强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时候的子路是63岁。叫做子路结缨而死，把帽子戴好。来吧。想不到剁成肉酱，孔子哭得要死。孔子本来是有吃肉酱的，后来叫人家把肉酱买了，终身不吃肉酱。好，那我们说南北方的强啊，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南方的强是柔，以柔来表现强，北方的强是以刚来表现强，它的差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我们首先看南方。南方就是那个水乡泽国，女人好漂亮，婀娜多姿，男人文绉绉，然后物产丰富，文人优雅，那个骂人好像在唱歌，那就是南方的那个温柔水乡，这个南方的个性，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那个环境里面那个风气，所以南方人是柔。那孔子说南方人可以用强来表现，用柔来表现强。那至于北方呢？北方啊是天寒地冻，是这个谋生困难，是要跟大自然斗，这个畜牧当中啊是要忍苦喊劳，那练就一身强健的筋骨，这就是北方强。所以难怪这个北方的个性跟南方不一样啊！自古国都在北方的都可以统一中国，自古国都啊在南方的只好被人家统一啊！所以那个就北方强，北方强啊，这个就是孔子说强，北方可以用刚来表现强。
好，那这么说来，南方强跟的君子跟北方强的强，孰强孰弱？孰强孰弱？这个不能比较的。比如说物理考100跟数学考100，谁比较厉害？这是不能比较的。只能说啊，这个南方的柔表现强的这个柔不能失去原则。好，是呢，是维持他宽厚的心胸，而不是同流合污的柔。好，那北方的强呢，不是冲动跟人蛮干，是能够护持正法的强。那这个时候北方强也可取，也可取，南方强也可取。如果南方强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呢，南方强不可取。北方呢是一个争强斗狠，不问是非不问道理的强呢，那北方强也不可取，只能这样说。好，最后总结啊，子路是北方强的个性。子路问强呢，孔子告诉他，真正的强除了南方强，除了北方强，更重要的是中国强。这叫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你讲这样，我回答的更上去，让你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子贡那一章就讲到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师之谓此乎？哈、哦，那这个君子啊，如果能选择这个以刚来维护正统，而且可以从容就义，那真是北方强的形象。如果是南方在温柔敦厚，而却能够这个安住正道，那也是表现南方的强。那总而言之啊，南方的强有时可以以柔克刚，北方的强有时可以勇悍，这个勇悍来行这个人道，来行这个王道。它也是一个维护道统的殊胜方便。那总而言之，南方强脱胎换骨可以成为中国强，北方强脱胎换骨也可以变成中国强。换句话说，进入中强，中道强是南方强的门路进去，或者是北方强的门路进去。到底从南方强的门路进去，还是从北方强的门路进去，不一定，看你的个性。所以孔子没有把人的个性都调成一样，教育并不是把大家都剃成平头，大家个性都要一样，不是。教育是顺着个性去发展，顺着他的北方强进入中道强，顺着他的南方的柔弱，这个温柔敦厚的个性进入南方强，进入中道，这样子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大教育家。所以孔子叫做这个观机斗教，循循善诱，最后能够引入圣贤，是孔子之道的这个真正的内涵，真正的风采。好，以上是这章的大意。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大家线上或现场的问答。谢谢大家，下课。好，欢迎，有什么问题在这里交流交流。好，若言呢？老师晚上好。学生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本章讲到南方强，那想问说宽柔不计较，不报武道，为什么是强者的形象呢？再请老师解答。好，是的，请坐请坐。那个一般呢、这个强是说他的宽容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一分，经得起考验的那一分说强，不是宽容是强，是他的宽容是经得起考验。好比说 我心量广大，我的替别人着想，这个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什么考验呢？挫折、障难、逆境，或者是侮辱这些考验我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的这一份叫做强。
那所以才会前面会说强可以用柔去表现强，用刚去表现强。刚能表现强是说他也是经得起考验，尤其在你看那个在生命交关的时候，他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一份说强。那什么高见呢？好，雅峰老师您好。学生这边有个问题想向老师请教。是是否是说南方强可以说是文德，北方强可以说是武德呢？谢谢老师。好，请坐，请坐。那个文可以这样说， 可是那个文跟武啊，后面要加一个德。如果不加这个德啊，不能显示出南方强跟北方强。如果北方强是那种争强斗狠，那个不能叫做北方强。那个像你看那个三国里面有很多的将军都是争强斗狠，你看那个夏侯惇那些人呢，那都是争强斗狠的。那我们一般是这个强，如果是有武德的那一分，我们一般来说是军人啊，保家卫国。那我们一般都认为说，民主国家里面那些闹事的，那些什么集会的，那些打架的闹事的，好像是强。你放心，人家说勇于内斗一定是缺于外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斗都是 保障他的个人的利益啊。有一天遇到国家的安危的时候，他 会去保护人家的利益吗？不会的，他一定是牺牲别人的利益，从小处就可以看大的。所以那个北方的强啊，要是武德，南方的强是文德，那个很有文采的德，就是说那种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一份说强。好，那有什么高见呢？信如老师您好。信如想请问老师因为老师刚刚其实已经把南方强跟北方强其实就已经讲得还蛮令人向往的。那假设说我们像我们南方人如果我们能够只是做到我们南方人，如果我们做到宽容的这样的南方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或者是说有的北方人他们其实能够做到像北方的北方强的话，是不是也就已经不错了？好，是，请坐，请坐。如果今天他不是学道的人，坦白讲这已经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有心要这个脱胎换骨的，好像君子，你看这一章里面后面说故君子何不留，强在脚，中立而不以强在脚，意思就是说君子有心要去入世的人，要去维护道统的人，要去办教化的人，他呢不止如此，他如果是南方强，他要进入中道强，他如果是北方强，他也要进入中道强。那所以这而且这要透过文思修的，这个不是你想要进入中道强就可以的。所以冉求曾经跟孔子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说哪里是力不足，是金汝化，是你自己化地之限，你不可以把自己锁在那个境界上。其实人是要有不可进的，是要突破瓶颈的。好，那有什么高见呢？好，文辉。好，我上了。线上学员帅想请教老师，是有人说南方强北方强不必加人，北方是马也强鹰也强，乃是代表一方，不是只是指人而已，这个说法可以采取吗？是的，有一个国学大师他的注解就是这样。这个南方强北方强孔子的回答的意思 不一定是指人。你看那个北方强，他也是马也强鹰也强，他是代表一方，哪里是指人呢？可是你注意看他中庸的文，他是在讲人啊。那个北方强就是任金戈死而不厌，那个是人啊，人就是躺在武器上面，躺在盔甲上面，而且死而不悔，就是说那种行军作战，为国为民啊，从这个驰骋疆场，不怕死不怕难，这是指人啊。南方的强是宽柔以教，不暴无道，这是南方的强人啊，是指人啊，很清楚的。是的，谢谢老师。哪里？那线上学员弘毅有六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报无道，是否是就私人上来说，所以是属于以德报怨？那如果是在公家上来说，应该是要报无道，以直报怨。就像日本当时侵略中国，应该是要给予教训跟制裁吧？好，先回答第一个，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你讲的对，
你真的是很有眼光的人，你问的问题都是很深入的，所以那个不报无道，就是说我私下我可以以德报怨，可是在公家的立场要以直报怨，所以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日本侵略中国，杀了中国这么多人、啊、好像有一个人跑到你家，把你家杀，该杀的杀，该奸淫的奸淫，该把东西打烂打烂，最后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请你走吧，这怎么可以呢？这个就这个怎么可以？这个一定要处罚的，哎，所以以直报怨。孔子主张在公家上，你不可以把公家拿来做人情，这公家又不是你家，你家你可以以德报怨，公家又不是你家，你怎么可以把公家的资源拿来以德报怨呢？所以 公家的立场是以直报怨。所以这里说这个不报无道啊，这里也特别讲处事的胸怀，可是秉公处理又另当别论。哎，这问得很好。那第二个呢？是的，谢谢老师。第二个问题是说，是否可以说在打天下，或者是抵御外侮的时候，要用北方之强；而治理天下，或者是强国对待弱国的时候，要用南方之强呢？啊、哦，这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问题哈、哦。这个当然，敌意外侮的时候本来就是北方强哈、哦。那治理天下的时候，或是强国对弱国的时候，本来就是南方强。哎，真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尤其啊，你说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要同情弱者、啊、不是修理弱者。那美国最大的麻烦就是修理弱者，害怕强者，所以他当然不能维持世界的局势啊。哎，好，再来。是的，谢谢老师。第三个问题，弘毅提到，有关上一章老师有提到，是知易行难，或者是知难行易。那大体来说，是否可以说对北方是知难行易，而对南方是知易行难？这两个都是知难行易。知难呢，就是说它里面的内涵、啊、不容易知的，不是我们表象看这么简单的。那这个我们说文德武德啊，这些的内涵都是要讲究的是公心的，讲究的是利人的、哦讲究的是用柔来表强的，还是用强来表强的，这都是知难行易。我们一般来讲说知难行易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认为它简单，它里面的内涵你要先学，否则你那个强不是南方强，也不是北方强，这是争强斗狠的强，刚愎自用的强，私心自私的强，自以为是的强，这怎么会是强呢？哎，自私的强怎么会是强呢？你看跟人家吵架的时候绝对是这个声嘶力竭，非得到自己的利益不可，这哪里是强呢？哎，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知内涵，不能从表象来决定，叫知难行易。你只要知道它里面的内涵，你做起来就容易了。你不知道它里面的内涵，你怎么会做，怎么做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内涵，做起来就容易，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在实践你的内涵，这样嘛。所以知难行易，可是下联叫做知易行难。知易行难是说你以为表面上那么容易啊，知表面上那么容易啊，其实行起来是难的。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内涵，你怎么做嘛，所以叫做知易行难。哎，好了，那还有什么高见呢？是的，谢谢老师。第四个问题，如果把北方之强的绝受拿来用在上求中庸之道，就像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把南方之强来下化利益大众，这样是否可以呢？也可以这样引申看嘛，这也是蛮好的、哦、所以人家说精进勇悍的那一份、啊、来修学正道、哎、那个强好像不达到目的、啊、绝不终止、哎、好学不倦，那个北方强的个性拿来求学，你看那个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可以忍苦喊劳，可是我们求学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大抵都不会，你知道吗？有一个 我看了一个故事里面，他其实跟着老师那个天寒地冻，吃的又不好，穿的又不好，住的不好，所以他们四兄弟商量，就说我们回家吧，这个生活太难过了。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这种天寒地冻的生活我们如果都忍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道是难求的？有时候那个道难求啊，有时候要靠这些的体会你才知道道的珍惜。如果那个道啊是那个吃喝玩乐之外别人硬塞给我的时候，你哪里会珍惜呢？所以有时候、哦、反而呢从小到大一路学上来他不会珍惜，反而
在外面呢、啊、漂泊以后，终于碰到正道的时候，他珍惜得不得了哦，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哦，他珍惜得不得了哦，嘿，所以呢。这个知这个用北方强啊来好好的学中庸之道，用那抓那个绝受，南方强啊来下化众生，就是说要好好的厚待众生，不要跟众生为敌哈、哦，而且能够这个包容他，而且他犯了过失啊，有时候你要站在他无知的立场，你要原谅他，这个这种别处的体会是蛮好的。还有呢？是的，谢谢老师。哎、第五个问题。老子崇尚以柔克刚，在老子里面有谈到上善若水，还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等等，是否是指南方之强呢？哦，不难，老子的强是中道强。老子，坦白讲啊，《孙子兵法》是奇道，但是他所依的是正道。老子跟孔子真的是孙子兵法的本质。那我们说有的人写论文、啊、他可以从孙子去看老子，可是他就不会从孙子去看孔子，他认为孔子没有这个能耐。其实哪里，孙子里面讲道天地将法的道，其实就是正道治国，你这个国家才有战力。你不用正道治国，老百姓离心离德，你将军率部队，部队都不肯打仗，三家大夫在国内内斗啊，那个军队出去都不会想打仗，因为你内斗，我干嘛还保护你？所以道，这就是孔子的正道。来自于天，就是那个时机、哦、地就是你处的地理的位置，将就是你为将者，你看像冉求这些为将，子路这些为将者，法就是你的纪律，理就是纪律里面的一个本质。而且孔子里面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其实整部孙子兵法一言蔽之，就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哎，这样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于未算乎。那孙子也的本质也是孔子啊、那所以说老子的这上善若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等等、啊、其实都是站在中道上来看怎么入世的、嗯、是的，谢谢老师。那第六个问题，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他这样算不算南方之强，忍辱的典范？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29军大刀队，是否可以算是北方之强的典范呢？勾践的卧薪尝胆的忍辱、哦、这一分、啊、可以算是南方强，可是南方强的这一分、啊、其实它是宽容的。勾践其实是要报复的、哦、那这个本质上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勾践、啊、其实勾践后来复兴的时候，勾践还不是最后纵情于声色，可见还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私利。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为公家、哦、那跟你后面把国家等于是打败了敌国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治国。所以勾践后来其实也很荒淫的。那个抗日当然那个大刀队，那个二十九军、哦、那个张自忠那个大刀队，那个人家那真的就是北方强。所以我们其实中国抗日战争呢，有很多很多的部队就是真的是不知道死的北方强。所以日本他纵然再有精密的武器啊，其实打不垮的是中国那个部队那个捍卫国家的决心，那真的就是北方强的个性。是诚如您说的。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静慈想请教老师，是老子主张以德报怨，孔子主张以直报怨，那到底何者的境界比较高呢？哦，是的，这两种境界不能比较的。就像说数学考100分跟物理考100分哪个比较厉害，这不能比较。老子说跟人相处的时候本来就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啊、就像这里所讲的不报无道，无道我也不报你。可是处理公家的事情、啊、不能够以德报怨，所以孔子才会说你如果用人家用怨你用德来报的时候，如果人家用德的时候，请问你回给人家什么？你无从回。那所以孔子跟老子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但是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不能一概而论的。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 CSJ 想请教老师，有注解说这一章是孔子以中庸之强来抑子路的刚气，
这个注解可以采取吗？不行，因为这一章里面、其实孔子从来没有压抑子路的刚气，从来没有。子路，孔子这个还说好勇过我，而且这个人是无所取材，无所取材就这个人也找不到这种勇气的人，只不过说这种强应该可以往上走，走入中道强，所以他只是把南方强引入中道强，把北方强引入中道强，并没有压抑北方强。我们教育啊，不是把人家的个性压抑，而是顺着他的个性去发展，但是发展的方向要对，发展的方法要好，不是压抑他的个性。我们很多教学的老师是压抑个性，其实是不对的。那还有什么高见呢？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Brenda Wang 想请教老师，南方强是以宽柔的胸怀教化他人，还是以宽柔为宗旨来教化人，或者是具备宽柔的教养？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以第一个为正确，就是宽柔以教，就是他的内是有一个宽柔的胸怀来教化人家，但是也不妨碍说这个人的中心，这个人呢是教人家是宽柔的教，是宽柔之道的，这也不妨碍。还有呢，这个人是具备宽柔的教养，这也不妨碍。但是宽柔以教是说这个人是带着宽柔的心胸来教化他人更好，因为君子本来就是要教化他人嘛。所以孔子才跟子夏说，汝为君子如，吾为小人如。来，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高见呢？谢谢老师。线上学员 Annie Pan 想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注解说这一章是孔子奉骂子路自以为最强，是否有这个意涵呢？语气上没有嘛，语气没有，语气只是子路问强，孔子说你要问南方强还是问北方强，还是那个你要学的强，你要讲的是什么强呢？那我不妨回答你，南方强北方强，强可以用柔来表现强，可以用刚来表现强，还可以用一种，还有一种强是你必须要学的强，就是中道强，这样而已啊，并没有在压抑子路，并没有在喝骂子路。可是这个论语里面有说啊，子行三军则随语啊，那是子路说老夫子 你如果统帅三军，你要跟谁去？请问三千弟子里面，你如果带兵打仗，你要带谁去当将军？那孔子只是说，当一个将军、不可以莽撞行事，要这个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告诉你，孙子兵法十三篇读完一言蔽之，叫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读孙子兵法的人，你同不同意我这种 我这种总原则？你把所有的架构写出来，你看看我这个总原则对不对、那这个这里面不是骂子路自以为是的强，不是。是的，谢谢老师。哪里？那丰源读书会想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成语里面有一句话叫以柔克刚，所以是否代表柔比较强呢？以柔克刚是说这个柔它可以坚持到底，那刚有时候、这个火爆脾气，或者是 英雄气短三分钟热度，所以以柔克刚，那个柔是、不受境界所转，内心里面很柔顺的、不跟对方起冲突，来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个是办事很重要的修养。但是并不代表说强就一定被你克，以柔克刚的那个强、是说那个争强斗狠的强、但是真正那种自强不息坚持到底的强，那也是另外一种强、是的，谢谢老师。那第二个问题，请教老师，刚柔并济符不符合中道呢？中道不一定刚柔并济，中道有时候选择刚，有时候选择柔，不一定的。所以如像这个颜回，如果在
我相信在某种场合里面呢、啊，他也会表现刚，在某种场合里面也表现柔。所以孔子他在那个孔子家语里面怎么说哈？他说：“子路能刚，我也能刚。可是子路我能柔，子路不能柔。”哎，所以中道的人并不是刚柔并济，而是说。我实际上刚我就刚，我实际上柔我就柔，可是刚的人、啊、不能柔，柔的不能刚，所以不一定的，刚柔并济可以是中道，应该说中道可以刚柔并济，可是刚柔并济不一定是中道，叫做若 P 则 Q， 但是若是对的哦，若 Q 则 P 不一定哦，这就是逻辑推理哦。好，再来。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月华小二想请教老师。啊、是的，在《论语》里面谈到“成也欲，焉得刚”，那这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强呢？孔子把刚、啊、定义在“无欲则刚”。无欲则刚的话，你看哦，南方强跟北方强、哦、都有的。比如说，文人不爱财，武官不怕死。都是属于强，而且都是属于无欲哦。好、哦，比如说宽柔，宽柔以教，这个宽柔当中是一种无欲的宽柔，无欲的宽柔，还有那个任金戈死而不厌，像关公哦。所以我们雪公老师才说，你看关老爷不如啊，我看比天还大。就是说，这个强也是无欲的强哦。所以你不能够从宽柔里面说他有欲，你也不能说强当中说无欲。有宽柔也可以无欲，强也可以无欲，宽柔也可以有欲，强也可以有欲。你看我们很多那个争强斗狠的那些抗议之士啊，你以为他强啊？不，那是保障自己的利益。你看那个跟人家发生车祸的时候拿球棒就要打人的那种，好像那个刚强，好像北方强，不是。所以以前台湾的警察抓到一个地痞流氓老大的时候，那个警察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像你这样的黑道，台湾还有多少？”他说：“没有半个。”他说：“啊，不是这么黑道吗？”他说：“那些不是黑道，那些叫做鼠辣，鼠仔。所以那个强哦，要像子路这种强，要像史可法这种强，像张巡、徐远这个才叫做强，或者诚如刚才那个，弘毅说的二十九军，好、哦、那个宋哲元那个二十九军，好、哦、那个秦德纯那个二十九军那个大刀队那个是强，哪里是现在那种动不动就想杀人，动不动你看那个车祸有。网路上还留一个车祸，比如说发生车祸，那个拿球棒下来打的时候，另外一个下来拿枪的时候，那个拿球棒的就吓得尿滚直流，这哪里是强？这就根本欺善怕恶，这哪里是强？我们这个社会啊，如果错认那个形象啊，往往把争强斗狠当成强，往往把它当成英雄。荆轲刺秦王、啊、就是没有读中庸。荆轲如果刺秦王、哦、如果读中庸就不会找秦舞阳，秦舞阳就在乡里面争强斗狠，看不赢就揍他，真的荆轲就认为这个叫做强。你看就是没有读中庸第十章，如果读中庸第十章，荆轲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荆轲就带着秦舞阳去见秦始皇，结果秦始皇在翻土的时候他不疑有诈，因为翻到图穷匕见，准备要杀秦王的时候，秦始皇一面翻图一面看后面那个秦舞阳那个耍老大，那个怎么吓到那个腿都站不起来，那个吓得那个 都站不起来，他才会怀疑说一定有诈。如果今天荆轲带的真的是北方强，还带的是南方强，中国的历史重新改写，就是谁叫荆轲不读中庸。还有什么高见的？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黄芳想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君子来彰显南方强，而用强者来彰显北方强呢？因为 君子、啊、温柔敦厚的那一份是君子有的，但是一般来讲 勇的、啊、北方强，君子不容易在君子里面看到勇，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柔的人、哦、他的强的形象一般人看不到，而勇者的强一般人比较看得到，
所以孔子用君子来表现南方强，因为君子本来就是一个温柔敦厚，施教也，温柔敦厚施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那是君子之教。所以柔来表现强，一般人看不到，不容易看，但是用勇者来表现强，一般人看得到。可是孔子告诉我们，君子一般君子的强是要被认知的，而那个勇者的强也一般也是强的，没有错。可是君子不能只居在南方强，君子还要进入中道强。所以进入中道强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该刚则刚，该柔则柔，或者刚柔并济，从容中道。是的，谢谢老师。那第二个问题，黄方学长提到，君子是外王之道的圆满。那在后面又在论述到中道之强的时候，也用了故君子来表示。而通篇是在论强，却在北方强的时候用强者来论述。这样一来，是否会造成本章的一些文义上的混淆呢？不会，因为一般本来就认为强者就应该站在那个北方的样子说北方强，所以孔子不妨随世俗来说强者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否定世俗，可是我更要从世俗不知道的另外一个面向来说南方强，来说中道强，来说中国强，这才是孔子轰云托月。这个随顺大家的想法，当然是要引导的是强要从这个面向看，从这个面向看，从就好像这个人要从正面看，从反面看，从侧面看，都是这个人。南方强，北方强，但是核心处是中国强，中道强。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以中道来治国的，它就叫做中国。中国的定义就是以中道来治国的叫中国。好，所以说那个中道强，用君子来论述中道强，并不是说中道强是君子，而是说君子入世的时候不只有南方强，还要懂得中道强，才是真正君子的圆满形象。意思就是说君子可以只通达形而下，但是最圆满的君子还要通达形而上，他才是真正圆满的君子。所以孔子有时候被人家称为圣人，有时候被人家称为君子。孔子被人家称为君子的时候呢，并不代表孔子没有圣人之德，孔子被人家称为圣人的时候，并不代表孔子没有君子的胸怀。所以当称到君子的时候，其实是圣人的内涵在君子里面。所以后面那个中道强，为什么说君子入世的君子还要有中道的概念，他才知道该显现为南方强的时候南方强，该显现为北方强的时候北方强，该刚柔并济的时候就刚柔并济。是的，谢谢老师。线上学员小梅想请教老师，请问仁者无敌是否是南方强的形象？仁者无敌啊，如果这个仁者呢，他是属于形而下的话，或许是南方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进入中道以后呢，他也有时候是有北方强。不一定的，好比说仁者无敌，有时候他还包括说仁者心中是没有敌人的。还有仁者无敌呢，仁者不会有外患，或者外患不会是他的患。所以自古来人君治国的时候，没有内乱，第二个也不会有外患，第二个有外患呢，也不会是他的患。孙子兵法里面说，在庙堂开始算计的时候，到天地将法我通通具足的时候，其实还没出兵啊，早就知道我赢了。这叫做这个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他也有北方强。是的，谢谢老师。强不一定完全示弱，也不一定完全是强，而是君子懂得运用强。该温柔敦厚，温柔敦厚，该表现勇悍的时候就要勇悍。
是的，谢谢老师。啊，哪里？那以上是今天的线上问答。好的，那我们就是这个课程啊，很高兴大家在这个课程表面上的文具懂了以外，还探讨里面深深的含义。你看孔子是不是有南方强呢？孔子你看是温柔敦厚哦，而且孔子能够这个不怨天不尤人哦，那不是南方强吗？可是孔子在这个峡谷之会的时候，请问孔子是南方强还是北方强？你们回答我一下，孔子是南方强还是北方强？孔子义正言辞的责罚齐国不应该以那个以敌之道来对付鲁国的时候，请问孔子是南方强还是北方强？对不对？然后那个鲁齐国说谁怕谁，我有兵车100辆的时候，孔子说兵车200辆，请问他是南方强还是北方强？哎，所以呢不一定的，不，这不一定的，只有中道的圣人呢，他才能够恰到好处，拿捏的清分寸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如果把书读通啊，道理明白啊，你才知道该进该退，你才知道真正的取舍之道。好，以上啊是这一章的大意，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我们下个星期三会用3次的时间来讲《论语》，间隔3次，讲哪一章呢？叫做“知耳顺天之利数在耳公”的这一章，这一章实在太棒，要跳出去讲。这一章里面正好在讲到大同是怎么个大同法，小康是怎么个小康，它的气象是什么，后面总结就是大同小康的修学法，来做这一学期论语的总结。欢迎大家先在论语讲要先做预习，上课的时候大家来切磋琢磨。那不懂的地方我也会去问老师，我的老师来再跟大家解惑。那我们就到这里下课。